看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黄金的赛罗呀，哇！哎，哇！哎哎哎，拿下来了，哇！哎，这个好像是一个黄金赛罗的一个机械装甲形态，哇！这个赛罗好新的，哎，这个后面，哇，这个后面好像有奥特曼卡片呢，有两包奥特曼卡包，我看一下，我去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拿不过来呀、啊。我们看一下，从这边那个台阶上去吧，这个台阶上去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一个空的奥特曼盲盒哎。这里面是空的吗？好像是空的。把这个扔到那个垃圾箱里吧。捡起我的赛罗，哇，扔到这边这个垃圾箱里。哎，扔到这里面。哎。这边好像有个箱子，这个箱子好像是没有拆的吧？哎，这个里边有东西，把它打开看一下。哇，打开了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里面有好几个奥特曼呢。这个是一个奥特曼的一个行李箱的盲盒吧？奥特曼的行李箱盲盒。哇，这里边还有一个奥特曼。这个是一个螺锁吗？啊，是一个蓝色螺锁哎。这个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奥特曼的水晶。这个是维克特利。还有这边这个是火焰战士的一个奥特曼勋章。这个是一个哇，一个奥特曼的印章哎。这个是一个艾克斯的。这个好像是孟比乌斯，这边写的孟比乌斯奥特曼。哇，捡到这么多这里面好像也有东西，把它放回去吧。放在这里，我们去那边拿一下那个奥特曼卡包，从这边应该可以上去。哎，哇，这里面有几个奥特曼呢？这个是一个希卡利博士。哎，这边有好多奥特曼卡片呢，好多奥特曼卡片，看一下会不会有好卡。阿尔卡，这都是废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 LGR 的巴拉巴，不过这卡片好像已经坏掉了。这卡片应该都不用什么好卡吧，怪不得被别人扔掉了，没有什么好卡。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哇，这个又是一个螺锁奥特曼的，又是一个螺锁，这个是紫色的，刚刚捡到这个是蓝色的，蓝色在哪里？哎，蓝色在这里，捡到两个这个螺锁奥特曼的。这个是奥特之王吗？哇，这个是奥特之王哎。我们看一下从这边，这里，哇，这边好像还有三个奥特曼呢。是四个，这边还有一个超小的。这个好像是一个哇，这个是一个超小迪迦呀，超小迪迦，这个会发光的。看一下，这个怎么不能发光了呢？它是没有电池了吗？还是什么原因？还是坏掉了？看一下，这个还是可以走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发光了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欧布奥特曼的，欧布的原生形态。还有这个特利迦，哇，一个特利迦的复合型这个蓝色的是一个捷德，蓝色的捷德，哇，这个好新的，蓝色的捷德。我们从这边这个台阶上去，哇，看一下在哪里，哇，在这里，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黑暗扎基的一个印章还有一个这个印章，两包奥特曼卡包。前面还有没有了？前面没有了。我们在这里拆一下这个奥特曼卡包吧。拆一下这个卡包，一个两元包，还有一个五元包。先拆一下这个两元包，看一下这个两元包会不会有好卡。一个 SSR 的，一个哪里去了？在这里，一个 SSR 的一个泰迦奥特曼，还有一个这个五元包。哇！第一张就是一个假的贝利亚这什么情况？竟然是假的贝利亚。一个 SR 的一个阿兹特龙，都没有什么好卡，都放在这里吧。刚刚这个行李箱的盲盒还没有开这里边会什么的？哇，这里边有好多卡片呢，这个是好卡是这种透明卡一个利布特奥特曼，还有一个这什么泰塔斯还有一个托雷基亚，哇，这三张好卡三张这个透明卡，这个太帅了，把它放到这个箱子里吧，这个也放到箱子里。